闽南话，理财应该怎样讲？怎样写？插销。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释义，理财是一种粗俗不雅的说法。内字审议，别理他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。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，谢谢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